全是日本人，他们可能是来参加棒球比赛。哇，这里全部哇，日本野球联盟呀啊，这里就是全部都是他们的棒球棒，一个一个啊，块头都很大很大。像我这样的在和他们比的话，我都已经是小鸟依人了。No, 他在练了，这个人在这里练了，明天可能要参加什么棒球比赛了，我可不信。哇，这么厉害，他不要甩出来甩我头上，我真的蛮怕的，他是一下子手捏不住，砰一下甩我头上怎么办？嗯，哇，好猛啊！真的好猛啊！最近这段时间，日本社会人棒球成为台湾棒球迷热搜的关键字。台钢雄鹰总教练洪一中也曾分享，他前一晚在饭店看到日本社会人队选手，不少选手自发性的在练习空挥棒。日前来到嘉义游玩的中国网红双，就在夜晚直击日本社会人队球员在饭店外练打的一幕。他更惊呼：“我站在他们旁边，小鸟依人。”全是日本人，他们可能是来参加棒球比赛。然后我在这里看，他们就是一个棒球队。早餐、昼食应该是午餐、晚餐。你看他们还有夜宵，棒球队都要吃夜宵的，所以吃夜宵对于运动来说肯定是好的，对吧？就这里，哇，这里全部哇，日本野球联盟呀啊，这里就是全部都是他们的棒球棒。哦，今天是真的厉害，一个一个啊，块头都很大很大。像我这样的在和他们比的话，我都已经是小鸟依人了。真的，他们刚才我电梯里我碰到两个，哇，个子很高，然后很结实。我的天哪，真的是打棒球这么厉害吗？哎，好，我们去吃夜宵。No, 他在练了，这个人在这里练了，明天可能要参加什么棒球比赛了，我可不信。哇，这么厉害，他不要甩出来甩我头上，我真的蛮怕的，他是一下子手捏不住，砰一下甩我头上怎么办？嗯，哇，好猛啊，真的好猛啊。